怎么又拔皮？发现说这两个姓氏好像常常有健忘症，所以为了防止说忘记演出的时间，我们前几年有请了一位
经纪人。那这个经纪人他姓常，可是最后就是好景不长，我们那一年的表演其实还是忘东忘西的，所以姓黄的人也忘，姓吕的也忘，姓常的也忘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好，我听不懂。解释一下。好。有听得懂的人吗？有在玩电脑游戏的就会懂。哦，好吧。信长言望是什么？那是下一首歌。